最后你融跟佛，所有十方三世一切佛跟你融入的时候啊，你就穷尽法界，所有一切的法界你通通都可以偏照，这个就是 TOK 本身产生出来的四种相啊，四种相是这样的，穷尽法界就是最高的了。这个都是有因果的哈，有因果，有因才有那个果，没有那个因是不会有那个果。这里有个笑话啊，这个笑话应该可以讲。有一个人经过一栋房子的时候啊，突然从二楼的窗户飞下来一只用过的保险套，用过的保险套从二楼丢出来，刚好落到这个人的头上，这个人感觉到很恶心又很恼火，于是他走到这间房子的大门口敲门，有一个老头开了门，问他为什么用这么大的力量敲门，这个人就质问道，谁住在二楼？这个老头就讲啊，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呢？上面住的是我的女儿跟她的未婚夫。这个人就把那一个保险套交给老头说，好吧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你的孙儿从窗户掉了下来。这个当然是笑话了啊，这是当然是笑话，没有那么巧的了。这当然是一个笑话，不过这是因果，这里面提到的就是因果。也有一个笑话了，好像是说那个产婆啊，那个就是妇产科的护士，妇产科的护士接生啊，就到妇产科去，就小孩子接生，出来一个小孩子，这小孩子的手啊一直握住，握住一个拳头，居然握得好紧，一只手是松的，一个拳头是握得好紧，出生那个小孩子就拳头握得很紧，这个护士啊就把他的手指头给他掰开看看，他怎么握那么紧啊，原来里面是一个保险套。那个小孩既然开口说话，当然是笑话了。哼，想谋杀我还早呢。啊，这个也是因果，因果的问题，这个、也是因果的问题。为什么会生小孩呢？啊，当然是因果，因果关系。你为什么会啊？得到这个 TOK 的光明的光明片照，因果的关系，你外面有因啊，你内在有果，因果相结合，你自然全身放光，像如来一样啊，融入如来的法界里面，穷尽法界光明片照，因为你平时你吸收业法，月亮的光，日光的光，印在你的心中啊，终于有一天呢、啊，那个光啊，让你透看了你的内在光，看出来，